EasyGo 支援教学程式，荧幕录影，在影音里面有一支荧幕录影程式叫 SVIDCAP， 它是相当不错的荧幕录影程式，它可以做很多的录影设定。那我们现在用的录影程式就是这一支，好，可以媲美 Windows 下上万元的荧幕录影程式。好，当这一支程式启动之后，你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视窗，你可以借由红线来调整你要录影的范围。这一支是开始录影，